九零二八八一。我是刚刚你喝到哪？一十二年，四月二十号。未报，未报那时候两十一番红牌是七五零二车祸里。吊车完可以走了。吊车完要走了。对啊。对。很明显吧。我以为要等一七五进来。没有啊，七五还久。还久啊。我怕会卡到我的192，很难过，我就死定了。对，因为192也要没了。是啊。对，以后没有西部那个了。今天224不是有挂一个自强号的牌子？对啊，你有看到很多人吗？我没有看到很多人，但是我看到车子长得很。你要说、啊、那个牌子很亮亮的，还好会暗暗的，还是暗暗的。我希望大家。